加厚炖刀片，五谷养生粉制作，将准备好的红豆薏米放入粉碎汤内，盖上鸡汤盖，粉碎大约至25秒左右即成粉，粗细可根据时间调节。美味香料粉制作，将材料倒入粉碎汤内至35秒左右，粗细可根据时间调节，还可进行滤网过滤，使其更细腻。中药炒凉粉，将准备好的三七倒入粉碎汤内，盖上鸡汤盖，粉碎大约至55秒左右即成粉，粉碎乳烟